不过不要紧，没事的。起来起来，我来请。一天天的进步了，冷神性。婆婆，那我回去了。去吧。阿兄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这几天忙，暂时回不去。肚子好疼啊。肚子疼，多喝开水呀。我好想你呀。行了，先这样吧，挂了。哦。婆婆，我来扫吧。不要了，不要给我添乱。哦。喂，妈。臭小子，马上给我回来。妈，最近太忙了，妈妈这几天就回去。怎么你修个车，比人家上市公司的老总还要忙？我还不是为了多赚点吗？糊涂，你要钱不要家了吗？一走好几天，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。知道了妈，我这就买票回去。老板，客房聊你。阿峰啊，你干嘛去了？我去超市买了点东西。是不是欺负回来了，买补品给他吃？没有没有，还没有了。都结婚这么久了，你爱欺负是不是不能生啊？做人啊，管好自己家的事就行了。我儿媳妇的事，轮不到你说三道四。多少无奈藏在心。阿媳妇，这是阿香给你买的零食。那有这个心吗？少吃点甜的，吃饭了叫你。嗯。妈，我回来了。臭小子，给我听着，先有好丈夫，才会有好妻子。要先老婆温柔体贴，你要学会疼她，知道吗？知道了吗？儿媳妇，吃饭啦！哎，阿雄，你回来了。真真，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忽略你的感受。嗯，我理解。吃饭。妈，吃饭。嗯。阿媳妇，阿媳妇，你在干嘛？婆婆，我想吃韭菜饺子。哎呀，这韭菜还没整好，割了多浪费呀！可是婆婆，已经割好了，怎么办呀？割就割了，太阳这么大，赶紧先回去。好，婆婆，我先回去了，这些一起带回去。哎，割个韭菜都不会。风匆匆将。多少故事留下感动，谁能无悔，谁能无奈。哎，阿霞，你们要去哪里呀？我们要去喝奶茶呀，你要不要一起呀？好呀，我刚割的韭菜你们俩带一些，村口等我，我回去一下。逛街拿什么韭菜呀？那你先拿回去嘛，去村口等我呀。哎，好吧好吧，等我啊，我篮子先拿回去。不就是个韭菜吗？谁稀罕？就是。我们要去哪一家？上次那家就不错呀。
走吧，怎么这么久啊？很帅呀、啊，不好意思嘛。快进来，外面好热啊。你好，三杯奶茶。美女，走过去啦。谢谢。奶茶好了，你们快点喝。怎么这么久啊？真是。不好意思啦，做这个要等一会儿嘛。珍珍，你怎么不挑啊？没事，你们先看。哎，珍珍，要不这一条蛮适合你的，拿去试一下呗。我看行。好呀。哎，这件挺好看的，就它呗。是啊，还挺不错的嘛。老板，这件多少？这件360。这件好像不太适合我。阿霞，东西给你们，你们玩吧，我先回去了。好吧。那个珍珍外地嫁过来，连件衣服都买不起。是啊，都试了还不买。老板娘，刚才有没有三个女孩子过来买衣服？没有啊。哦，谢谢。老板，刚刚三个女孩子试的哪一件衣服？这一件。好，包起来。好的。又是雪花飘落的季节，生闻不到梅花开的香味，也许已经枯萎，谁还在意我流下的泪？如果爱要让人心碎，我的心已慢慢化成雪。儿媳妇吃饭了，来了。爸，婆婆，你做的饺子看起来好好吃啊。这个给你。婆婆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件衣服啊？儿媳妇啊，朋友贵在知心，融不进的圈子咱不强求。我知道了，婆婆。喜欢吃饺子就多吃点。妈，珍珍，我回来了。哇，今天还有饺子吃啊。臭小子，还不知道回来。